又要到周末了，我是希望不要影响到明天面试。我昨天本来很累，就想一想哟，又睡不是很好。周末就是可以一天看四五个小时的乌龙派，是不是？因为电视就是会播这么久。你说那个哦，就现在叫 Fox 是不是？不是，就卫视总会的。现在他不是被 Fox 买走了吗？但他就还是叫，还是叫卫视总会。但是照三餐播给你看，看不腻啊，那个就像汤姆猫与杰利鼠那种感觉，很快就要播到那一集了，你太卑鄙了，四姐。阿亮，你怕死吗？对了。那我要出咯。嗯，那游戏里面迎接我的是早上的印象。今天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距离机车只差两等。消防局封了嘛，对不对？封了。那还剩哪里？水利工厂。真的要供水利工厂？还是贫民窟？你在贫民窟有发现什么东西吗？还没有收过啦，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傍晚了。嗯哼。而且我不知道贫民窟有没有地雷啊。我没有印象有。对，印象中这种六台车的好像没有。我昨天在别的地方有一间建筑物的厕所，那马桶前面放一颗地雷，我完全没想到那边会放地雷，直接踩上，传送回家了。对啊，然后我又很皮的选了在附近复活。嗯，哎呀，这游戏的附近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很范围很大是吧？我附活在离床 1.5 公里的地方。1.5 超级远哦，我想说这地图没开过。然后看了一下旁边，哇，床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啊。谁叫你调皮？而且刚附活往旁边走一点，看到前面有一只长得特别大的狼。眼睛还发光。哎，所以要去说哪里啊？好早开会吗？僵尸比较晚了吧，而且今天晚上不开。我早上有去把那个追女鬼冲进来的那个画面再看一次，真是好笑。怎么快点出来了？不要浪费时间。军事基地攻过了吧？对，木方形的攻过了。这栋建筑攻过了吗？左边这一栋。左边这一栋，应该有，我记得有。刚 safe 还没开过。那是重点啊，要进去啊。慢点，啊、慢点啊！哇，你完全不怕呢。
因为我一个 U turn 回来啊，这就是我最怕、最担心的状况。Hello, Mike， 钢铲，晚安晚安。就是一个我又跳出来，我又跳进来，自杀突击队在那个在那个靶场的时候，这就是我最担心的状态。还有。Gun safe 在哪？地下室。还是先把他们都解决好了。哇，这速度！你是用拳头捶他吗？刀，眼睛发光，过去楼上看一下。喂，要吓我？好，楼上没了。我在这悬空，干！哇！进去才生欸，敲啊！一起敲！等一下，等一下，我在里面借个光，借个光，这样子我就看到门口了。真的吓一跳哎！哎，怎么敲不到了？子弹，还有哪里可以收啊？隔壁房收过了吗？豆蔻没有，那就这间。这间是不是垮下去啊？但我没有锁。会，看到了。要从下面走。你在哪？在你后面。这边有个洞，太安静了吧？这个要叫醒他们吗？你觉得？这
这是往外的洞。对啊。叫吧。没有动静。我往楼上走。好。你去，你要做好随时跑的准备哦。好。没东西。哎，这边一个箱子。赶马桶。走吧，就来隔壁这一间房子吧。你说有种玉米的？对。哇，这大间的，我再吃一口热狗。我可以进去啊，干！这一小间我收过，所以我们直接进房子。我看从哪里进比较安全啊？这边是地下室，这边没有门。先出去，他们可能醒了。有一只，要跟我讲，我不知道。我讲啊，我不是有讲吗？啊、我告诉你有一只、啊。我知道是说要在那个看到那个，还是在这旁边？他就在这旁边、啊。了解了解，卡了我。算了。这边是正门，这边是会不会下去啊？我就知道，吼，铺个木架吧，把我的框劈掉。没有，没有那个的门，你退后一点，我劈不到那边。你一劈，它就会整个掉了。啊。小心他们可能从后面来，因为楼梯会上来。我知道啊，他们从地下室跳上来了。跳上来。桌子桌子桌子。妖兽谷旁边也会垮。看一下四周。
先往上走吧。左边门没锁。后面有僵尸。一条一边打。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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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哦呦，冲这么快！后面你来了。上楼，楼，楼。弹药补给，有两堆哦。两堆哦，就是垃圾旁边还有一堆。垃圾旁边那个，哦。我怎么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我去看下去看一下。好、哦，听错。厕所里面有一只。一只而已哈。对。还有一只，新しい仲間が来たよ。GRY5478，谢谢 follow。还可以哈，还行，好。Hello Hugh， 香为父，你上去了吗？没有，没有，无预警爆炸，好，卡粉你。唉，这个东西。哎呦，按照 W， 我这边雨一阵一阵，然后都用傻的、欸，有够大。傻、嗯。我在房子里面听那个声音，都像那个进洗车场一样。
有僵尸。对啊，没有没事，我在楼梯上，我在楼梯下。坐车，对啊，可以啊、哦。坐车，好，你去坐啊。九妹妹在这个公事包里面。奖励点。好，找到大管的哦，这个可以直接用，太好了。你在哪？在我也在这后面。我等一下再来看这技能要怎么点。那我们去地下室吧。好，好。我现在只能依靠九 NN。需要杠才是负五。我看到飞波。快的两只，外面是不是有？外面是不是有？后门没有，这边没有，好吧。我这边安全，你先过来我这边。我这边只有一只。好。清空。好。这种地下室很常会有赶人球员。现在还没到那个 level 吧？浇水帮你捡。啊，那个洞里面是什么？没有东西，只是为了这样掉下去。哦。回家一趟。好、啊。
把这个工作台拆掉。怎么又幺八了？还有哪边没收？这个时间我就不太想回家，要回一次回。东边，哎，东边的图还没跑完。啊，喝个咖啡。Wins 好难用，阿泰刚换 Wins 吗？喝，应该习惯吧？对啊，这个习惯了，大概就会有感觉。我自己是 Win 7转 Win 10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啦，那个感觉没有那个 XP 转 Win 7来的突兀。就看一个月后吧，可能一个月后就习惯了。哦，这边有联动的哦，有，我靠，我看到阿管了，有重头，然后他又侧边跑哦。真的白痴！联动的也可以收哦，看你要不要过来，或者是你要集中坐车也可以。我看一下这间房子有什么好拆的，我再过去。还是去造纸厂，联动的太大，走造纸厂好了。我昨天才知道造纸厂有很多纸，听起来很理所当然。我有干，你现 在为什么？为什么？我打他完全不会退耶！打谁呀、啊？就一只功能而已啊！好端端的挂掉，我操屁、啊！这种死法太，我自己都想不到，太白痴了吧？哎呀，你看阿泰都说了黑呀、啊，看白痴哎、欸，怎么可能？这什么鬼？才吊扇这个的还不错，材料很好。这死法连我自己都想笑啊！到底？看，我还不把他炸了，妈的！一只工人呢、欸？就一只工人帽的那个。对啊。我打他完全没反应呢、欸。妈，到底？看，我已经把它炸了，混蛋！我们刚刚这间房间有 wall safe， 是哦，我要去捡包包。干，这是什么白痴死法？果然不应该拿shotgun杠。我要把它炸了！哦，2500也是不好敲。Hello， 蹦蹦跳跳，所以才有两个人敲开了。记得要来捡啊！你说那一间在哪边？中间的那一个有床的房间。二楼还是一楼？一楼。一楼好。干，再出来我就把你炸了，臭工人。然后都挺和平的。我需要杠嘞。捡起来。干。
再来啊！一个报复性的反击，最气。嗯，这不就是马桶前面放地雷的地方？马桶前面放地雷，好像就是造纸厂。好吧，他眼睛会发光，妈的！我昨天才知道，这些白色的卷筒，白色的那个桶装物都是纸。这边哪里有马桶前面会放地雷？好的，耳朵。这些一管一管的都是纸。亏了。哇，他故追你，真好，真好。还有其他字，还有其他声音。劳工兄弟，干他直接把我打死，一只就可以搞死我，到底满脸问号，劳资纠纷。我看到补给点，有喝威士忌就是不一样，干你威士忌。你在笑什么？没有，我在那个拆变电箱，配电箱才对。天黑了，小心屁股后面。我拆完之后我就要走了。哎呦，干！晚上跑好快哦，我要出去了。撤了，撤了，撤了。我们原来那间在哪？我已经忘记是哪间。干，白痴哦！森林也黑太快。森林也黑太快了吧？因为下雨。下雨然后反而比较亮。晚上真滴快。不是有玉米的这一间齁。是啊。是啊。一楼。有床 ，Wall Safe 在哪？我看到了，战术弓。可以伸出几台车？我不知道，要一台，要等下统计材料才知道。看看引擎和电池有几个啊？引擎有两个，电池只有一个，那就只能坐一台车啊。收教堂。爆炸！当我是吃素的、啊。哎呦哎呦哎呦！怎么炸成这个样子？
决定了，火箭筒就给我们来七天晚上赚经验。好。只是他可能会把我们躲的地方炸得不成样子。投稿在看不到的地方，我 safe 欸。今天僵尸打得怎么样？我被打死了，就这样。我被一只僵尸打死，我还没被围殴，一只僵尸就可以打死我，真的是单挑输了，大意不得。世界排名向下掉一个单位，还世界排名。你晚上也要打僵尸是不是？我在外面晃而已啊。你帮我把我们家正北边。直接就是我们家，我直接往北边走的那一栋小木屋打下来。等我收完这个 war save。好。我是 death save 才对。哦，我死了。大概是这种感觉。哇，这雨声有够大哎、欸！游戏下雨，我这边外面也下雨，好烦、欸！我都搞不清楚是游戏内还那个窗外在下雨。做工作才的材料怎么这么散发、啊？哎呀，还要扳手，又要锤子，锤子你做得出来吧？我不想做啊。那栋小木屋里面有工作台可以用的，随便你。僵尸应该重生了，你帮我打下来。你说北边那一间啊？对。锤子不就几片那个吗？懒得做、啊。你是有什么困难？请问你是材料不够吗？我材料够啊，但是有现成的，为什么不用现成的？你按下 crave 之后，比我打下来，你可以衡量一下哪个时间快吧。你也可以赚点经验。你这样讲，我更不想打，请你自己做。这样。哦，拜托，一只小锤子有什么困难？而且你要的话，我捡到一堆都被我拆掉了，你不跟我讲。啊，你。你看啊，小锤子要1分07秒啊，是多久？请问你跟我讲话的过程就已经过了快40秒了。不行，我决定把车壳融掉。随便你啊，那个东西要做很久就是了。这东西不知道可不可以摆出来看？不行吧？所以是材料不够。材料够啊，那为什么要把它融掉？没有，好玩啊。先不论打不打下来，你跑到北边房子，那1分08秒就跑完了。
我看沿着龟波路走，会到。半夜我是以搜索为主啊，你半夜要我对付那些全部会狂跑的僵尸，我也是有困难。啊，一打一可以，一打多真的是要命。敢哪管？我敢两只阿管。耶！啊，不就还好，我没有来攻。我半夜来攻，还不是死更惨？跟着他深蹲了。哇，他的手还在挥舞，哪里有工作台？我敢有够多的欸，没有错的，那还叫我来打？警告！你的出头脑子还不老实一点？你是卖劳力的，还不老实一点？地上爬的哦。所以我说他的工作台在哪里？反正那一间里面有工作台啊。我看到了，在二楼。修枪工具。铜制品，这间有地下室吗？应该没有，那就算攻下来了。干，卡住了。附近有狼叫声，我去关，我去看一下。光头农夫，家里附近是不是？对，好，方向没听错的话是北边，那你就在我们两个中间。
你只听到一声吗？对。好。有 strong 在一楼，他用冲的，他不知道看到什么东西，后门。哦、oh? ，我听到了，我看到了 ，strong 在拆后门。我也看到狼，我先不杀狼。他在红色小车库后面。对，为什么那个窗一直拆门？奇怪，我已经射中他好几箭，都把他放倒了，但我没箭。你小心啊！我杀狼了。嗯。他好硬，还好，普通的眼睛没发光。好可爱的月月，你等下带一点废铁去把后门修一修。好。要做第二台车的话，我们缺电池，还有应该要还要再两到四卷胶带吧。波剪胶水。哎，胶水可以煮啊。是。可以可以，胶水煮得出来，我们很多骨头。OK, okay 的。所以负六。废铁我身上有。有没有什么维修工具？应该有扳手吧？对啊。这是什么？车？你要先给我。你有这么大方？去装脏水回来。打水是不是？对，用来煮胶水。家里有没有汽油啊？你猜测应该有汽油吧？有那个原油桶十二罐，汽油还蛮多的。嗯，随便去一趟商人。那那个声音，你是不是拿大铁片也直接上那个？我没有拿大铁片啊。啊那。哎，脏水是不是？对。好，我们也是够多，415啊，应该够了。好啦，那我就正式变成跑腿的了。Go go, 冲啊 ！Go daddy go。他只是100油，他本来就很省油，一放出来就在冒烟。有时候一放出来，引擎都是烧着。那我是不是该点头脑之类的，准备去伤人？
等死亡那个 debuff 之后，我看一下头脑好了。我不希望头脑点太多。可是商人点满就是要把头脑点满，干，别烂。不然你用那个，你要找商人的时候，你用那个太阳眼镜撑一下那个头脑好了。对，还有太阳眼镜，我捡到我都没在理耶。就如果你真的不想把头脑点这么满的话，你可以用它撑。是还蛮不错的啦，九到十那一等，九到十那个五点呢、欸？对啊，那可以撑一下，没错。工业用水我就放在右边的箱子，我放在汽油旁边。好，然后剩下脏水我放食物箱，怕要吃。那我就不用带肾上腺素了。之后如果用化学台煮胶水，是不是材料比较少？少一根骨头，脏水一样多。好，我要去第二间商店看了，在哪里啊？你身上有没有带铲子？我身上没有铲子。哦，我是要回家一趟，要挖土啊，是吧？嗯，因为我在想，我把宝藏的位置分享给你，你不知道能不能在罗盘上面看到它。宝藏，我试着分享看看好了，应该跟任务一样的原理、啊。我把 AK 卖掉了，灰色的。不行。需要杠留 MP5 卖掉。Hunting rifle 卖掉，欸 ，Hunting rifle 留一把 ，Shotgun 留一把，好吗？好啊。那我们家里就是狙击枪 ，Shotgun、Hunting rifle、手枪、Rocket 各一个。好。看要卖什么？啤酒卖掉。还有什么要卖吗？我看一下。手电筒，灰色卖掉，铲子，铁铲卖掉，我带钢铲。扳手的话，灰色、橘色的我卖掉，留两把绿色的。好、啊。哪一个茶、啊？哎，伤人哦。第二个才是任务的，第一个是交易的嘛，对不对？哦，你说技能了、哦？对啊，对，好，没错。那我先点，我记得交易的不用太多吧？交易点满多少？也是十，我干。那这样我还是先点手枪，把手枪点满好了。手枪点满，我再来点伤人。啊，算了，我们不缺。鹿，它不会掉鹿角。龟鹿双宝。哎、欸，龟伯鹿，走那边。你有缺什么吗？可能在商人找到的需要买。我想一下。
我暂时想不到。好。为什么烧起来的声音？好远哦！我记得多少5公里是不是？是，5公里连大机车都要骑半天。是啊、哦。对。哎呦，这什么 gravel 路好酷哦，跑山哎、欸！等下就马力不够停住了。哼。这我现在要搞，接下来是沙漠，那就打贫民窟，沙漠遗迹。什么是沙漠遗迹？大字兔就大字兔，我没水了，宝宝。果然，捡这个是正确的选择。好，沙漠城镇 bug 公寓，重点是 bug 公寓，两栋，然后一栋应该是啊，那是 hospital。两栋八个公寓，一栋医院。干，热了，热了，热了。沙漠皆废地，好哦。哇，最热。教堂，哎、欸，这条是大陆，骑这条。Overpass， 没地雷吧？还缺灯吗？会缺车头灯吗？有就捡回来，有就捡回来哈。你现在有后车厢了吗？对啊，全都截，给我塞得满满的。好远，还有多远？不是吧？我还走一半哦。不远，干嘛这样？废地这边好像都没什么。哎、欸，尖尖的建筑，难道是？难道是？哎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应该就是了。秋名山。86超过去啦。秋名山我是用什么？是用这个。先做个记号。啊，我就不捡车子了，然后都在捡，先到商人比较要紧，不知道到不到得了、欸。前面是沙漠号。然后可以切西瓜了，废地我真的不敢切。滚开，笨鸟！
沙漠就怕口渴而已。军事基地有地雷的。干，我觉得我会二度口渴。我在发电厂，然后刚有一只站着的矿工背对我，然后我打他之后，他冲过来，可是原地还有一只站在那边，代表他们刚两个站在一起。bug。而且我看第二只，他没有戴工地帽、欸。是矿工，但是没有戴工地帽。对啊，就那个衣服，然后没有工地帽。那还真神奇。烧过的森林 ，OK。我真的到得了吗？到不了怎么办？想办法。还有三个半小时。22点，只有三个半小时。哎，不止哦，5个小时。敢废地友，不要吧，不要，不！敢要绕路了，白痴哦，出什么废地啦？烂地形。旁边有马路欸。搭人梯啊，这是这样。没有炸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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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哇！森林，意不意外？没有炸弹呢。干，怎么这么远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开不开？龟波路，龟波路，快乐，给我撑到森林哦。撑到森林就好了。好、哦，那个变大了，变大了，明显变大了。快到，快到，快到！在地图内了吧？还没哦。哦。我其实指责不管。哇，矿工倒地之后要三刀他才肯躺下。人家有穿反光背心，差不多要吃土了。速战速决，我是没有打算要在天黑前回去，我只打算天黑前到商人，这样就够了。9点以前到都有希望，不会捡到灯。
看到看到看到，应该是吧。好，到了到了，森林型商人，就是好人商人。他对面有，他对面有营地耶，说不定可以接任务。贩卖机，好有捡到轮胎啊，这个好，十等才能点，自然回复点了，暴龙头，好啦，点伤人技能，点头脑，嗨，他跟我说嗨。哎，9NM 买，这最重要了。208乘以多少？乘以16。干，买了会不会没钱？先看一下其他东西啊。两倍镜欸。干，想买。你最好边买边按计算机。边买边按计算机。决定先买两倍镜。地下室包会不会很多东西？买，还要买什么？哎呦，卖掉又有3000多块，好，果然卖啤酒是正确的选择。有两个两倍镜哦，不客气了。3369，哇，所有的子弹买下来3369。不够钱，欸，他好大方，子弹用送的，欸，他送子弹卖了快一组，全部都买，没有钱，这要怎么过去啊？掉多少？200，太多了，16，我看150，那有其他路可以走吗？全部买下来，能买多少就买多少，差一块钱啊！哦，差一块钱一发子弹，看到没？一块钱多重要。Thank you, survivor. Check back soon. 这是要买还是不要买啊？手枪可以装倍镜吗？啊，38可以。好白痴哦！干，我没钱买水了啦，我要喝汽油。有钱，在这边我很穷，所以我不能给他任何东西。我听到狼叫声，他踩到陷阱是不是？谢谢你成为我的经验。他看起来很快乐，一直撸陷阱。任务，我看他有什么任务，差点忘记任务。Tire One 429 1.3 1.7 1.9Clean a zombie fetch. Fetch 好了。I'm in a little predicament. Could you help, traveler? Oh, thank you. 好吃的你也是没关系啊，家里大家吃的。开图的地方好像是没有开图的。好，先收到这。
备回家。我去我的任务点看看，应该是一个小镇。5.3公里，哦，有够远。伐木场，商人旁边一座伐木场，哎，不是，是那个雪地小屋。前方雪地，还有树井，这边有树井。营地，雪地的话就穿上这个了。跟着大路走好了。我看这边离我的商店一多远，4.0公里。我看你那个不是等腰三角形，是几乎正三角形。好，笑死我了。我看这商人附近有没有什么宜居的地方？宜居。小锤子，呵呵，我帮你捡。感觉他另外一边是不是有镇？看一下哦。等一下，我油够吗？230好够了。我看到8个公寓了。滚开笨鸟，我把你射下来哦。还真的敢追来啊。有背景，我才没在怕你远距离。这边有一座，我看。这是坐落在烧过森林吗？还是沙漠？烧过森林，看要不要搬过来。烧过森林。对啊。周围还有什么？我有没有更理想一点的？这已经蛮近的嘞。理想乡作者，这边到商店才630公尺哎、欸，前方一栋好高、哦，不知道什么，不会是8个公寓吧？想当初我住在离商人100公尺的地方。Shut the fuck up！没错。要搬家了，等你坐出第二台车，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工厂，武器工厂是不是？武器工厂，武器工厂，小木屋生活结束。
Weapon Factory。干你笨鸟！哎呦，这阵是不是不大？我看有没有可以住人的地方啊？军事基地、停车场、有药店，就这边了。哦，熟悉的建筑，然后这是什么 ？Hotel 吗？好，就这边了，等你做出来。哇，这边还离水源很近诶，先住个灯，先住个记号，我分享给你好了。有吗？我看一下。对啊，准备要准备了啦，要有第二台车才能搬。没有。哦。哎，两座工厂哦，远边又一座，我看是什么？该不会也是武器工厂吧？哇，这个阵也是蛮厉害的。要有第二台车才能搬家。马铃薯田、玉米田，哇，这个阵小，但是什么都有，太好了。香威夫，这个真好屌、啊！干，最喜欢呢、欸，很小，生活技能高，守森林木房。香威夫一床，有卫浴啊？没有卫浴，靠腰，就只差一栋医院而已。这边，这也是有钱人的镇。还有什么？葬仪社？干，还是我们住半个公寓？太凶了！其实可以，因为我们没有住过半个公寓啊。那林地是给他放下去。好，就这边了。等你坐车子出来，我去接你看任务。拿扳手拆沙发比拿石斧拆还少。医院还蛮大的，说实在，所以有的话会看得出来，因为它有一个停机坪。医院在其他地方有看到，但是这个镇应该是没有。威力彩，平常没在买。教堂，干！如果我有10.7亿，先去环游世界吧。我对环游世界还蛮有兴趣的。10.7亿扣掉税，还有8亿，8亿多。小时候都想过说。中了头奖，就算银行的利率在那个利息再低，你把它存进去，生出来的利息也够让你生活。看，有私群是不是？还是追出来的？看，两倍金最猛，不用小时候，我现在都还在想。
中一次投骰够你吃八辈子的。以前不是有一群人，嗯、他们一直买同一组号码，结果买到最后就中。那是我是不知道这件事，我不知道，因为有其中一个人在中奖的那一次他没有买，靠腰，所以这件事被爆出来，他觉得他认为说他也应该分得一点点钱。这个真差不多是这样子，对啊。交通要道，它有两条大马路，哎，哇，这个镇根本是东区吧？是不是？两条捷运交汇，附近感觉蛮多这样子。现在在丢石头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这任务解完，应该会有一些钱吧？把那些剩下的钱拿去买水、买子弹。有子弹好生活。好，天亮了。插一颗引擎，电池吧。对，电池。都拆车子喽。我今天要去拆发电厂。发电厂不会拆到引擎啊？有车子啊。哦。其他材料我有顺便拆一拆。虽然其他材料都够，都 CS 够。哦、我昨天才在看比赛 ，KNS 现在在 G2 啊。你再讲一次 ，KNS 啊，干嘛？现在在 G2， 他都已经待在那边快要两年了，再这样讲。对。主要是看选手，很少看队伍啊。肯尼斯一个一打二，我已经，我想说，昨天 Kenny A Sharks， Kenny 自己在哪一队啊 ？MV 啊 ，MV， 反正法国人就那两队啊。Kenny 是法国人啊，是。我昨天在退圈有看到那个、欸，看到德文的解说频道，就是那个 CSGO， 哇 ，CSGO 是很猛，一个语言开一个频道、哦，俄文、英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都有人开，对、啊，而且有些是官方，有些是那个民间在讲解，对，有些很热衷的人他会接这个转播工作。然后那个，我还有看到昨天在看那个在找频道的时候，有看到很神奇的东西，退曲哦，华视新闻网，靠，真的，到了，哦是这种，我还眼球中央，各位好，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欢迎走进今天的新闻直播间，我是觉得。看比赛的话 ，HLTV 还蛮方便的。他连转播连接都会付给你，辣魔厉害！我想把他鸟打下来。干是一些比赛快讯啊、结果啊、行程表啊、转播资讯，还有积分什么的，那边都找得到。同一层哦，那同一层，我看一下。那就在下面，所以是在地下室，是不是？哎，
调一下手表。原来你不知道 G2 都是 G2 是法国人队伍，不知道啊。原则上 MV 也是嘛，但现在好像有一点杂。快到了，快到了，快到，应该在那里面。还有没有僵尸？我看到在那里面。干飞佛，好吧，他还是行的。而且 KNS 只为法国人打，可以。然后 Screen 是德国的啊。是吧？外面来的外切，麦当劳换的是我是不是都射到他脖子上啊？笨鸟下来，干，最浪费子弹。拆左地，好，八八八八八，哎呦，这栋蓝色是什么？哦，又是斜屋顶吧。这边是有一个小镇，是不是？哎，真的哎。军事堡垒两座，一座地上型，一座地下型。水塔、电波发射站，还有什么？垃圾场。没什么很高的建筑这边。素食店，宠物店，高级建筑，
然后这应该理发店之类的吧？Live House 高级建筑两栋，联动的。这个招牌是什么？为什么写大华章 Survivors？ 哦，我知道那是什么。那什么？你就把它想成青年旅馆就好。啊。这边这个商人在两个镇之间，刚好是中间，因为这个雪地小镇离商店也是六七百公尺。那我觉得还不错。雪地耶。没在怕的呢。　我觉得照顾森林比较好，生活技能太好了。　好了。　隔壁就是可以打水的地方。　是有游泳池的那一种高级一层住户。　别墅啦。　Villa 啦。　猜到运气是 V 啦，我是不是该回去？点二。猜到电池了，那我等你过来。欸，那代表我该回去。What a wonderful, here is your reward. What a wonderful days. 22天更新，一级包，干钱不够。他更新欸。Sorry, I didn't have what you needed. 一个西装仔偷袭我。We restock often.够了吧？看，还是不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这个给你可以吗？15块，算了。什么工作啊 ？Tire One 1.9、1.6，怎么都一点几公里的、啊？哎呀，找近的了，一点四。那我准备回家了。真的是切西瓜过来的，这是哪里？秋名山二，好远呢、欸！哈、哦，这边是路口。Hello， 雪色。熔炉可以拿起来吗？可以啊。好，那你准备把里面东西都炼出来啊？好啊。包包。啊？是要挖宝藏哦，不是说找到 surprise 吗？这昨天不就问？干，那、啊、他全部都是要挖宝藏。所以竟然可以把自己起床的时间控制在7:05。哦，我会，我可以把这个起床的时间控制在7:05。略懂，可以的。正负5小时，
没错啊，真虎消失了，没再跟你虎烂。十二点睡，两点起床的，对。干嘞！昨天，我现在是觉得想到金阿，你还是很难过。我们把铁全部练成锅子哦。不用，你就是废铁练出来不就好了？那为什么不练大铁条？有点废。看你啊，我哪知道你要练什么？因为今天那个有那个初步的报告出来啊，初步的还不是完整，好像真的是顺爆，是那种逃不掉的顺爆。神童那个真的是整桶汽油加几滴环，然后会这样子的时候，我看。那个是逃不掉了，那个顶楼的逃生口竟然卡了，干、卡了二十几个人，真的是很惨。对啊，我看这么小的地方也有啊，我差点碾到了。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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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而且好像是从二楼开始烧，一楼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闷烧的痕迹的样子。那就真的是顺爆啊。有些人是被呛到，就是呛死的啊。其实火灾除了烧之外，另外一个很致命的就是烟啊，那个烟很容易把人家呛死。所以火灾烟也要小心啊。真的，第一时间没在一楼，应该很惨啊！这种规模就真的没办法，因为你说现在这个普通的火灾要死这么多人，真的不太容易，所以有这么大的伤亡，真的不是普通的火灾，真的是恐攻。现在，嘛，反正有钱就多买买金安妮的东西吧，帮助他们买起来，买买买，这次真的是掏心掏肺的买了。是没错没错，你这样讲完全正确，因为一般消防设施针对的是突发状况，不是针对恐攻啊。如果昨天听我大学教授讲才知道，就是
日本那边，他不是每间大楼或公司都会请保全的样子。所以我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啦，然后在第一时间有没有先挡掉这样子，因为我教授是拿台湾来举例，就是说像台湾就算再小的公司也几乎都有门禁卡之类的东西，那个就先挡掉一层。或许这个以后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五角大家都防不住，那个用飞机撞。40公升可以，我觉得加满修旅车应该还有剩40公升。好多车这边想收，可恶想收，龙都还要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拿去。没关系，只要我没渴死，应该都还可以。再来就是汽车炸弹的感觉。太害人了，40公升。像日本会不会有一阵子，也不能说不卖汽油给别人啊，你说真的有心要抽的，我加满油回家再慢慢抽。也不一定。针对大楼进出的议题管制，是怎样？比照那个搭飞机吗？那个飞机的按键、啊、超过多少就给我拿去倒掉，不然就是先喝一口，好像没有用。我记得有一阵子是先喝一口这样子，发令金什么多？对啊，就。不然就是人员管制啦，点枪一把。先击毙。这个可能不太容易，电击枪啊，应该是不用到击毙，击毙太吓了。哎呦，北边还有，继续跑。北边有很多高，没东西在跳什么跳西装仔？我看北边高建筑有什么 ？bug 公寓，那一座是Higashi吗？高级建筑，修墙的好。果然哇，最远一看就知道那个形状是八个公寓，完全不会认错。可以不要这么专业。
还是那栋是 hotel。这些人在被恐龙的时候，学校就有很多实弹巨人在巡逻。哦，那个时候学生也在伦敦哦。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就是了。大学的时候，紫色的铁铲。尖屋顶那栋应该不是秋名山吧？哎、欸，医院呢、欸？这应该是发现第二间医院。第二间。嗯。我先去看一下尖屋顶。啊，那是 hotel 了。哎、欸，好像是秋名山呢、欸。好，第三座秋名山。开个车门都被你听见。可能被静电电到叫了一下。哦，上次在大润发，我下车的时候我就被电到，然后我爸才说：“你干嘛？门手被门夹到，门被手夹到。”对啊，然后我就说：“没有被静电电到。”然后这边没有很干燥啊，怎么会有静电？耳朵最灵的那一种，真低。武器店吗？前面药店，好吧。轮胎 ，bakery， 不是 Yamabuki 就是了。当铺，看当铺哎，我来攻这座当铺，我想一下，算了。电影院，我好久没有看到电影院了。那个建筑，PPPK 竟然记得 Yamabuki， 毕竟再怎么黑，里面最推的还是沙哑。我看到狗冲过来了，死狗，最气。现在面包一点都比较重要就是了，你说的没有错啦。干，前面废地哦，过不去。酒吧，二度热伤。哎、欸，有没有水可以喝啊？黄花水，干好贵哦，一罐就好。哎、欸，我投个饮料而已，不要介意，不要介意，你介意，你介意，我也不能干嘛。哦呦，我只能让你们变成我的经验啦。面试官对捧明发有什么看法？阿管，谢谢谢谢，你可以回去。我到现在都尽量不去想面试的事情。我说我这样子到底是逃避还是没有是没有准备？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逃避，真的是好烦哦，不知道该怎么那个脱离社会太久了。刚被自己的师傅吓到，被自己师傅吓到是怎样？我以为那是僵尸。
面试就湖人大赛是没错啦。这一栋是什么药店？刚刚的药店吗？四号。唉，专业的，我真的不知道是钢铁韩粉专业还是川普专业，我宁愿相信川普。胡乱太多，结果就当上美国总统，可以，这很川普。而且最近那个啊，米库的游戏玩比较多，我都去听那个 V 加的歌，有一首那个 Interview 吧，歌名叫 Interview， 我一直听那一首，就发现哦，那一首好像不是怎么阳光的歌曲，是不怎么阳光的歌曲。我在讲什么？糟了，我得语言癌了，不好意思，不怎么阳光的歌曲听起来有点悲伤。但是我喜欢它旋律。1.8，哎，等一下，为什么你会在我的南边？我骑过头了。哎，我靠，要真的哎，尾骑。夜间注意。面试是日文还是中文？只有翻译官啊！啊，我想说，我日文既然还没有那么精通的话，那我还是请还是透过翻译官跟那个老板对话。因为如果说自己会日文，然后要 interview 的话，是那个什么专员他们会帮你约时间，然后你自己跟老板打 Skype 这样子，开视讯 interview 这样，大包社，那个我可能还不行。而且什么时代的还在用 Skype？ 哈，不能给老板听到了。怎么这么多药店的招牌、啊？沙漠吧，沙漠会比较红一点、啊，可以贴小抄。可是还是看得出眼神飘移吧？就算你贴在那个荧幕旁边，哎、欸，这边收过了。僵尸发现我，中间夹一块废地哦，原来路是这样走的，了解了解 ，OK， 有路走就好。车，哎，这边还有一卷，不知不觉找到路，可以正确的，可以不用跨过什么的，然后就到，好像不是。怎么这么多药店的招牌啊？前面大马路右转。哎，有车好安静、啊。已经做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等熔炉嘛，对不对？对啊。刚去造纸工厂。嗯、欸。有呀。获得大量的纸，油纸可以做什么？小钢子弹。哪来的钢炮？这日后再想吧。空话时间，我这边好像是团体面试，好像一次就是三到四个人的样子。有好有坏啊，但是啊，不知道。我比较担心我明天的西装能不能穿得好一点，然后我不知道我的头发到底该怎么处理。我头发不是西装头，但是我头发不多啊，然后又那个毛躁的，虽然不会说卷，但是就是毛躁的。我头发没有留很长啊，而且之前才去剪过，所以之前剪过是为了月底，而不是说那个将近月底。
这样都被你发现。好，这台可以翻诶、欸，那就只好干掉他了。Fuck you！ 总共获得13左右57张。要这么多干嘛？造纸工厂。770耶，这些是眼睛会发亮的，是不是？批那些纸的经验值其实蛮多。滚开，笨蛇，小扁。每年普渡他都抢不到东西吃，你还要弄死他？他是被我们吃。我说哈哈，西瓜神。反正就是问一堆干话就是，不是干话反正就超冷静。主管轻松一点是可以冷，就可以平常一点没错。还是我要把这个，我怕太随便，主要是怕太随便。毕竟台湾跟日本就是不同 level， 像我之前打工就披萨店面试的时候，哦，干我超震惊的，震惊到连这个敬语都讲出来了，中文的敬语。后来我跟我朋友分享，他说啊，你太87了，38，讲什么敬语？就面试打工而已，干嘛这么拘谨？我说啊，就这样啊。不知道各位对中文的敬语有没有什么样的了解或是认识呢？或是印象之类的？其实中文敬语在中学都有学过，国文课的时候应用文之类的。只是现在生活上真的是很少使用。比起生活啦，公文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就公部门的公文。知道您，其实都有印象，只是讲出来，只是真的平常不会讲。但是在日本的话，日本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学生在讲什么？那你要怎么？我们要用什么角度去看你各位这件事？什么叫你各位？那是上对下啊。为什么会产生你各位这一种讲法？就是要讲各位啊，你的话就是，那是军中的讲法。军中衍生是什么新讲法，其实不用太去在意。我是觉得军中那种就没差了。有时候想到他们这样讲，我都会笑出来。而后你各位，没错。关灯。反正龙炉还要时间。哎、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当初面试讲出多么这个矫情38的话，真的是现在想一想，我自己都会有点害羞。狙击枪装两倍镜，好啦，哎，当初去面试的时候，就是想说啊，如果未来在这边工作怎么样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讲说。我想想怎么讲，反正提到他们那边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在面试，还没确定进去啊，我就称呼就是这个面试，就称呼公司方啦，我对他们说贵宝号，而且讲了很多次，因为使用很多次，每次提到就会讲一次贵宝号。哦，现在想起来38自己，真的台湾很少在用这些称呼了。
不过真巧会看到什么完全没有办法准备的感觉，没差。反正就是因为去应征不是应征什么正职啊。然后拆墙拆多久？这墙壁是多硬？请问？还有，长得正常就好，我算正常吗？其实我不知道。没火了，还要多久啊？七分钟。可以把东西先上车。哇，再一小时。其实再开两天也是可以，怕太晚。再一小时差不多了，准备移动。唉，工地帽，你要带这么多竹子走吗？是阿文，是阿文 ，Hello， 挂机抓到，好啦，这个准备一下，我看。这些罐头不用，罐头带这个就好。吃的吃的吃吃吃吃，重要。吊带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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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么多，我来用好了。钢铲灰色的先不要好了，满了，哦，跑不动，好重好重，我已经按住 shift 在跑了，哦，好胖好胖，这个重到我觉得我从这边下去会摔断脚，最肥。路，不要吓我！哎、欸，这不是我的车，干！哎、欸，放不了太多、欸，哎，我这样就放满啦、啊。北七哦，虽然说上车都没差的啊，整装，哦，装度还没好，还早嘞，我已经在搬东西了。还有什么要带？蓝莓咖啡带，公饼带。我说你要带这么多纸吗？再看看呢、啊。如果没那么多东西，没那么多空间，你可以把这边打开了之后，然后车子直接骑下去没有？
来不及，我车子已经塞满，我现在只剩身上可以塞，只剩下 body。我看皮那些我带走，胶带啊、胶水啊，还有什么？你要带哪些？你先把你东西带一带好了。我看你带不下，我再带。你先上，先把东西上车。好、哦。竟然被说是挂机仔，因为我刚刚在呼唤你，你没反应。我不是说我要去做事吗？魔唐诺，你真的要从这边直接骑下去啊？当然啦、啊，车子摆在这边，这样子装货装的比较快啊。500，500就500，才500，500。啊，工作台可以，好像不能拿起来哦。再见，工作台。可以啊，可以啊。为什么我之前拿不起来？里面应该没东西吧？里面没有啊，你拿。我正在拿，要15秒。真的假的？要怎么拿？奇怪，我之前按对了按一没反应。要长按一啊。就是我一按下去一的那一瞬间，它就跑出来清单啊。我不是说要长按一吗？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是长按一，但是我一按下去那一瞬间，他那个就跑出来，然后他没有那个圈圈在跑，那就他冲康你啊，要搬家了，对啊，土你也要带啊，带着，那还有五分钟、欸，这五分钟干嘛？我先走吗？我是有想过我要去把宝藏挖一挖，然后再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去的地方有点远。宝藏在哪？有三处，分别在这个小镇的南边、东南边还有东边。怎么这么多？好了，两处东南边，一处东偏北。我说怎么这么多宝藏要挖？因为我捡到很多藏宝图。然后你就读了。对呀、啊，怎么样？干，可是五分钟也挖不了这么多。先看，我先带要带的东西。啊，快来带一带吧。过去。也要攻下来，还行、啊。过去可能要十几分钟了，还行。所以我觉得不要挖宝藏。好。我的车装满了，身上还可以装啊！我看你还有什么东西。不然就是那个图标等，可以提早两分半出发。随便啊。身上还可以装就装呗。熔炉不是要拿起来吗？熔炉里面那个熔炉工具也要欸。你已经拿了不是吗？没有啊。你是拿起来了。欸！我没有拿到铁砧欸。
野战被我吸过来了。好，我只拿到小红工具了，触发喽！走啊！我看路怎么走啊？这边应该可以直接到这边来。哇，南边这个镇应该是两个镇连在一起，三个镇连在一起。然后这边一直往下走，走不到，嘿。好了，大马路左右转了，你们闹事啊！我没有了。哎，上有没有油啊？我完全没有了，为什么？玩家喽！等一下，你买了69点多少啊？四。吵死！电影视角。我有干！吓啊！我一跳！在电影视角吗？没关系啊。吓死我了！现在没有睡饱，经不起一下，我刚刚整个人跳起来。谁的床啊？怎么想都是你的啊，当然是我的啊，不然谁的？不然谁的啊？我猜是，我干，我我猜是牛姑鸡卷饼。不要乱 Q 这些车观你都众，收过吗？都收过了。我干，跑过来超远。撞！看到那种凸出来的建筑，我想到上次看到那个车祸。啊！撞到旁边的车子，好了，人家车祸，我们就不要多亏他什么。有狗尝试着要追我欸，我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啊？嘴炮！
你能不能先帮他捡个橘子啊？我会先帮他压爆橘子。我又不是朱自清，违反交通规则。为什么这边是废地？原来这边没路吗？啊，在北边啊，靠腰。小绵羊机车真低。还行。汽油罐。你要捡哦。我已经捡了。我觉得去日本讲话最重要的是先让自己嘴巴习惯那个习惯日文的讲法，就那个形状要掰过去。有几次去日本下来的感觉都这样子，每次去日本在日文能力会有大概三天的 CD 时间，到第四天才讲的比较顺这样子。哈哈，看一下哦。平常没在讲，我突然有点好奇了，你上过所谓的发音矫正课程没有？完全没有。好，这边有秋名山呢，在秋名山86就要超过去了，要熟吗？秋名山什么转弯？可是我们负重哦。没有负重啊。你没有负重、啊、那地板给你破、啊、我 cover 你。然后下去之后，你敲铁箱子，我敲木箱子，有个西装仔，宽斗嘞，我只能慢慢走过去哦，我负重蛮多的，关灯。先确认这个可以跳上来。你敲旁边，然后敲这边。关门，关门，先关门。可以的。不要敲香恢复，恢复体力组。你身上有没有水？有，在地上，给你，快丢一罐。水先摆地上，我等一下再捡。干红点！哎、欸，不是，全息哦，我干 ，the big one， 操全息耶！还有没有？小碎步，然后偷吃。我身上满了，你捡。都收过了哈，都收过了，香味复没开而已。你漏掉一个箱子啊？是吗？我下去，我下去。我把它打开了。我下去，你开了。正在，我说它锁住了，我正在开它。哦。
上面啊、哦，上面有，哎、欸，那个快破嘞、欸！你就还七千？我说头顶上那一格，撤撤撤！我说头顶上，好撤撤撤！身上满的啦，两把灰色的麦格农。轻松，轻松，大头鬼，你身上东西怎么这么少、啊？很简单，我是第二个装的。什么叫第二个装的？因为你是第一个装的，你装比较满，我可以理解。哇，我们能不能在天黑之前到还是个问题。有水利工厂欸。你闭嘴。先到新家还要攻下来欸。没到大不了睡马路。没到就给我天黑打下来。等一下，附近没车的话，做个棺材箱给我放东西，不然我可能跑不了就死掉了。就回家喽，干超远，白痴哦。哦，好多白痴树哦。切西瓜，而且都是那种一千二型巨物。白痴树不就砍一下就没了吗？不一定哦。是哦。而且有些白痴树是铁树。哼。你怎么停下来了？你绕一绕你就不见了。我都切西瓜。帮阿尼上香，真的。等你一下，怎么又变牛魂饺子了？可以改啊！而且这是阿泰的本号吧？我知道啊，西提贝古啊，西提贝古。Tasty， 其实我刚以为他在讲那个南方四剑客。又要冷冻，还是处于被骚扰状态吗？南方四剑客案例不用上讲。哎，这边靠近 surprise 是不是？我看一下地图，并没有。总算离商人稍微近一点。目前这是没有烧了 ，OK， 好，没有就 OK。等一下，哦，这一小段废地，为什么这个 overpass 浮在空中啊？错位哦，真刀怎么知道？一小段而已啦，来跟紧我。过来了没？
平均小时前来报道一次，哇塞！跟踪狂等级的，他是 bot 吗？怎么可以这样子？他不用睡觉、啊。首先他是一个有被设定过的恶意骚扰程式。怕爆。以现今电脑技术的那个来讲，我觉得要做到这个不可能。应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蛮容易的，就是一个剧集。可是你要看他过来是讲什么，如果是什么类似暴食记那种回话，那就算了。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子，感觉就是一个真人在荧幕的另一端。真的，好加油！不要去打他，他就是要问别人哎干、欸、嘛？我的天！所以也是因此你才就是放掉突袭这一块吗？就是因为那个家伙。哎，我怎么没看过这个？又怎么了？你看这个。哦，这个哦。我怎么没看过？你没看过。我没看过，你看过？看过。看看两个脸，我就觉得别来装清高，啥都不能说。对啊，有看这个才觉得很神奇啊。其实这个洞啊，你记不记得我很久以前说过，我开过其中一个记录档住在商人旁边，就是那个高山一个很大的那个土沙子沙漠土丘上面，然后就有一个跟这一模一样的。哦，算一些有的没的。而且我知道怎么让它垮掉，你想不想要看？我不想看。里面有什么？里面就是有一些箱子型的补给品，然后一些蘑菇。所以就讲卖奖励点这样子。它就很像是开发中的矿坑，好，但是有没有实际的东西我不太。我原来是云玩家。然后进去通常会迷路，通常会迷路，是你其实是迷关怎样到了？啊，就是它有一些地方长得很像，会让你一直绕圈子的那一种。哦，做个箱子出来吧，我身上装不下了。你在哪？我距离你100公尺。原来是云玩家。那旁边是军事基地吗？对啊，不过还蛮意外，就是说我之前跑去看你台的时候，看到血色在榜上，哎、欸，这不是那个好像在哪里看过的血色吗？怎么这么巧？打开，好巧，血色也有看你台，而且还蛮活跃的。对啊。先把这棵白石树弄掉，
整理一下背包好了。真的是蛮奇妙的，我觉得。我去敲门了。好，起床咯。你看，你后面，你后面，你后面。讲得太慢。来来来来。他们跑好快啊！放警察！看到了。贫民窟的也来了，撤撤撤撤撤！小心小心，我们分开哦，你要小心啊！枪声引起他们，追你。哎，你为什么打不中？我要先做一个床来放。干，我觉得我也有点少，我也有点需要做床。眼睛会发光啊！没追我了。天 key 的不能连吃齁。对，我觉得我建议你骑上机车先跑。放警察还在。好，我放好床了，无后顾之忧。那我先放床算了。2138，还差五个。敢烧过森林草好少哦。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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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跌快跌，好急啊。好，你这么靠近军事基地做什么？我在逃，我逃到这边来。往回走，往回走。我在你前面。看，看你要干嘛东西。哎呦！地上爬的，上面会有，上面会有。反正你也不想睡楼下，赢下来。绕一圈，先让他们跑出。他怎么自己死掉了？你射他？没有。上面空。就先上来蹲一下，不要，起，有电力有电力有，行了行了行了，两只，请他们拆门好了。小心哦，还过得去。我看你背一堆东西之后，我先出去了。西装仔死了哦，死掉了。
小心。你破箱子，我来说。这个化学才可以用，很好。Beaker， 我看到明天早上关好了。应该说明天早上还可以玩一下子再关。你有没有水？我身上有一瓶。先把楼顶后面的楼梯封起来。好。新居入错。有个白痴树在那边挡住我的视线，把它往后砍。手枪，这么硬啊？没有，有一颗是真的，他们连在一起。我听到你在铲土，喂！做箱子吧，把螺丝钉拿出来。哎，谁会带老东西？只是商人给的任务都很远就是了，除非到泰尔伍之类的。明天我看可以攻军事基地。哼，祥子啊亲。讲得好像你不会一样，箱子，抓，你为什么不做？我看你要不要做大的啊，还是就观察一下？所以我跟你要钉子嘛，你没有啊，所以我正在烧啊。那我先做个棺材箱应急好了，先把东西拿上来。
买个茶，我都放进来。我先把我的床捡回来好了，放一个新的就好了。烧木森林草太少了，不想慢慢捡。还带不起啊！哎呦，跑不动了。继续游，继续游。我要上去瞧。哎、欸，我记得阿泰之前是开 GTA 嘛，是不是？所以雪士也是看你打 GTA 咯。你来这边一下，等一下，我在忙。干嘛？你看这边有东西吗？什么都没有啊。对着这个，神奇。这边？对。你该不会敲不到？我什么都没有啊。是有三箱，是我箱子给你，你去吧。你这个是什么树吗？对。来了，他要出来了，你看。往前面打、啊，不要往后面打、啊。最后一下。好大！车上还有没有？我身上还比我车上大、欸。算了，再找时间整理。刚好多一个，刚好凹进去。走喽，光军是基地，攻完就可以关台喽。想不到这个要放哪里？放箱子里啊。我的部分搬完了。狙击枪呢？修枪工具呢？你拿了是不是？修枪工具在我这，我需要。给我两个。我跟你赌两个，哼，我借你二十。两倍镜的狙击枪也太可爱了。走吧，你好了吗？还在放，哎、欸，没有地雷哦，有是轮圈，干，最致命。
欸，狮群欸，是哦。来吃点东西。狮群来了，狮群来了，我们都还有20只僵尸要对付。今天来了，今天来了。轮圈型。对，轮圈型，你要小心。狮群没往我们这边走，过来。哇，这阿管。钱欸，他到底想追你还是追我？哎呦！不要离车太近啊！哦，有一颗石头型的白痴鼠，我要进去了。还有人没有醒哦，还有好多没有醒，叫出来啊！装睡的叫不醒，真的。没有跳起来。Go！ 小心哦！还有，先军人会冲的军人，查点查点，有狗，我知道。看眼睛发光欸，小心他把你脚底下挠爆，被你射爆了，挠爆，抱歉，他背对我不好打哦。又是 Rocky， 战术功。钢包捡一捡。底下凹一个洞。军犬哦，壕沟跑一下，搞不好壕沟也会有军事箱。军事箱刚刚不是已经修为了？
我说，搞不好壕沟也有一个。他。没了。看到了武器工厂，皮革。稍微回收一点，大概一个量，然后够用就好。哦，差不多了。好了，就准备啦。等你回来就可以关台了。今天差不多这样，还不能点啊？那我才能点。隔壁有马铃薯园，这边生活技能很好嘞。好了，先这样啦。明天可能晚上才回来吧，对啊。再看明天有没有机会开，或许面试太累就直接睡觉了。今天先这样咯，拜拜。